因为我从1996年到清华来以后，跟他在一个所，我也经常到他家里去，经常跟他有一些深入的交流，那么何先生的为人、人品呢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，是极其宽厚，待人是可以说是非常纯洁、纯净，灵魂非常纯净，极为少有的，这是西南联大的留下来的绝响、绝唱，是一个真是极为罕见、少有的一个。人格完人，我几乎这么看。他自己自修，靠自学的方式学习希腊文、拉丁文，还特别是英语、德语、法语，都能润润自语。他的西学极为精通，当然他的国学，他的侯爱楼的弟子嘛，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很多了解。